好，不然挖耳朵喽。姐姐，你等一下好不好？我再帮你把，我先帮弟弟挖耳朵，我再帮你把那个娃娃绑包包头好不好？没用。什么东西没用？我说你这样子说没用。我先帮弟弟挖耳朵，弟弟耳朵痒痒，然后我待会再帮你把那个娃娃绑包包头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很急。你的娃娃一定要现在绑包包头吗？黄宝琴。对啊。可是弟弟的耳朵痒痒哎，也很急哎。弟弟，你耳朵里面都是黄黄的了，你看，黄黄的。我整个。那个在这里啊。好，转过来，爸爸继续帮你挖另外一个耳朵。妈妈是这样。怎样的，黄宝琴？你更急哦，为什么你更急啊？因为没人帮我绑嘛。好了，我帮你绑，可是我很无聊哎。我帮你把娃娃绑另外一种头，好不好？我也要绑包包头。你一定要绑包包头。好了，弟弟娃娃好了，起来了，我帮姐姐绑娃娃绑包包头。